啊，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啊，我们现在讲的是性范法师啊所著述的《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啊这本书里面的第242页啊，因为前面经过佛陀的初许，对不对？啊，那么佛陀初许当中呢，都还顺许、介许到什么简许啊，因为所说的这第一大法来说的话呢，并不是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够听受的，啊，都能够受持的，啊，那不合的，是不是就自然离习啊？佛陀呢也不强求，啊，这也无法强求，以佛陀在世都尚且如此啊，那么何况，那么当然所有众生是不是都各有因缘呢？而且呢，佛陀也讲嘛，哈，这无父之业，纯有真实。那么属于这个小乘根基来讲的话，在一棵大树里头，如同枝叶一般，这个分量比较不足，枝叶呢是没有办法开花结果的，除非呢，能够有真实啊。那所谓的真呢，就是要怎样呢？性德具足。德行啊，跟信仰这些呢，都要能够具足的啊，能够具足。那这种属于细枝啊，这个是不堪大器的啊。所以佛陀是不是就是要宣说第一大法啊？所以呢，会经过一些简责的啊，所以叫做简许啊。好，那接下来生子受止啊，生子受止就是舍利弗。啊，那终于，那么，他的请求，获得了，这个解答，对不对？佛陀愿意来说法了啊，所以呢，佛陀就对舍利弗说：“唯愿，舍利弗他自己说，唯愿世尊愿要欲闻啊，当然非常的高兴啊，那么大家都愿意好好的来听闻。”所以呢，就由如来来正说，如来正说，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科判表，如来正说里头是不是有个总名十方佛、别列三世佛，然后呢广释经佛，从十方三世佛先下手，表示呢所谓的大法，大乘佛法来讲的话，也不是只有现在的释迦牟尼佛说大乘佛法，对不对？所谓的大乘佛法呢，也等于真理法则的彻底的实现成真理的什么现象它是尽虚空遍法界的这种真理的现象呢，它是不受任何时间跟空间的束缚以十方来讲的话。就是不受空间的束缚，以三世来说的话，是不是超越了时间的束缚啊？十方啊，所谓十方是不是尽虚空界啊？三世呢，从无始劫以来到现在乃至无尽的未来，叫做什么？三世嘛，这些是不是也超越了时间的束缚啊？所以呢，透过总名十方佛、别列三世佛、十方三世。那之后呢，就广释经佛，这也是大乘法的那种精深博大之处啊，对不对？所谓的大乘佛法，是不是经常列举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表示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但是如果声闻法呢？其实他们只承认有释迦菩萨跟释迦佛，其他诸佛菩萨他们一概不大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比较局限，他们认为这是释迦牟尼佛所教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如何的解脱嘛。那释迦佛怎么来呢？从菩萨道过来，所以他们也承认有释迦菩萨但是他们。那个佛菩萨的观念呢，比较狭隘，比较受限，是因为他，他等于说，我从这里学到我自我解脱就好了嘛，
对不对？他本来对所有一切众生的那个关怀就比较不够，哦，所以他眼光呢就不是那么样子的开阔，哦，虽然只是解决了自己的这种生死的束缚，啊，之外呢，他也就不管别人，啊，不管其他世界的诸佛菩萨呢，啊，那他当然也不会关心同在这个世界里头是不是还有无限无量的众生啊，也都还在生死之流里面呢。啊，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菩萨道，啊，菩萨道呢，他的眼光就非常的深远广阔，啊，包括十方三世一切佛，都包括在内，啊，那落实在现在，所以呢，广是金佛，啊，好，那么在我们的第243页啊，先啊总名十方佛。当中呢，叹法稀有，所以佛陀就告诉舍利弗，如是妙法，诸佛如来实乃说之啊，如幽昙波华时啊，一现耳啊，啊，就是说，佛陀告诉舍利弗说，如是妙法，什么样的法呢？啊，就是大圣佛法，一圣法来说的话呢，诸佛如来实。乃说之啊，也就是说一定要碰到有佛出世的地方的世界里头呢，由佛陀来宣说啊，才有机会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那种应该说它的那个什么比例啊，它的那个豁然率是很低的呢啊，这样子的机缘呢是很少的，少到什么程度呢？就如同啊幽昙波华，幽昙波华啊，这讲的幽昙波华呢，也就是说这个是要透过有什么瑞相相应啊，是由佛陀来说法的时候才有幽昙波华，平常是没有的啊，是佛陀要说法呢，幽昙波华呢才能够怎样现啊，才能够化现在世间呢啊，是非常长久的时间才能够怎样啊，如同我们说昙花一现一样啊，简单的说世间法里面呢犹如昙花一现啊，在广大的时空当中啊，那么也是非常的短暂的，所以呢是非常的珍贵啊，所以叹法稀有啊，然后呢说无虚妄啊，啊，所以呢佛陀对舍利弗说，汝等当信佛之所说呢，言不虚妄，因为它是非常珍贵而难得的，啊，那主要呢，啊，他所说的呢，绝无虚妄之语啊，啊，那透过佛陀的说法，那么主要呢，就是要开方便之门呐，啊，开方便，啊，那为什么要开方便呢？其实是事真实，有没有？啊，在第243页最后是不是开方便？啊，然后呢244页为了怎样是真实，这是不是透过权巧方便而要表达那个真实意 啊，所以呢开方便而是真实啊，主要是要去啊开权显实嘛，对不对啊，开权显实啊，所以佛陀对舍利弗说，诸佛随意说法意趣难解啊，啊，因为佛陀的说法哈，那么当然一定要随顺因缘来说法，所以呢意趣难解啊，啊，不是任何人能够把握得住的，佛陀是不是要关机斗教啊，啊，因缘法不断的变，说法的方式是不是也不断的在变化啊，所以者何？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佛陀他以无数的方便啊，可以说呢用尽各种权巧方便的方式啊，透过种种的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啊，是不是每次说的法都不尽相同啊，啊，所以金刚经里头不就问说佛陀有所说法也，有没有啊，须菩提就说佛陀无可说法，对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法无定法，佛陀有没有说法的现象啊？有，但是每次说法的现象一样吗？
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性空的缘故，所以说法无定法啊。所谓的佛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啊，不是一定照本宣科的一模一样，那就不叫佛法了嘛。佛法是不是都随顺因缘来观机斗教啊，应机说法嘛啊，所以是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来演说诸法啊，是都是不一样的哦，因为有不同的因缘嘛。所以呢，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啊。啊，佛陀所说的法那就不是我们一般凡夫众生透过第七意识的思量，第六意识的分别啊。第七这个思量其实比较深细一些啊，分别呢比较粗浅一些。不管是粗啊是深细啊，粗浅或者深细呢，其实都非我们一般凡夫所能够理解的，唯有诸佛乃能知之啊。不要说是凡夫不能理解，前面是不是也讲到声闻缘觉也一样不能理解啊？啊，那么也算是菩萨还要信力坚固者，是不是才有机会成佛的菩萨，成佛之后也才能够理解哦？啊，好，那么我们这个开方便，为了怎样是真实啊？就为了是真实嘛。啊，所以这个啊，透过是真实，那么当中呢，先标圣人法啊，而且标出世义，有没有啊？所以这也讲到说，所以者何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啊，啊，开方便之门，主要是什么？真实之法，啊，何谓真实之法呢？其实就是诸佛世尊啊，只要是佛陀的出现在世间来说的话，那么都啊，唯有呢，因为一大事因缘的缘故才会出现于世。那何谓大事因缘？啊，其实重点会比较在因缘上。好，那当然一大事因缘往往我们简单的说叫做生死大事因缘，有没有啊？佛陀出现在世间往往也为生死大事因缘啊。为什么说是生死大事因缘呢？就是在生活里头呢都是世间法，到生死的时候是不是就得要出世法，超越生活的这个束缚嘛？啊，也要知道我们生从何来，死从啊，死往何去啊？这个是我们的生死大事因缘。好，所以呢，佛陀之所以出现，都为了生死大事因缘呐、啊，一大事因缘。好，所以呢，这里就标出世的意有没有？哎，因为有透过因缘，是不是才有机会流转呐、啊？啊，如果我们只是讲到六根六识，那么其实都还是什么现在是用一用啊。当我们这六根败坏之后，下一辈子能不能再用啊？没有办法啊，是没有办法再用的啊。所以呢，他这里其实已经有出世之意哦。好，那么在重世啊，所以佛陀呢又对舍利弗说。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啊？啊，到底应该怎么说啊？为什么这么说？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而来出现在这个世间。那说实在呢，这里一大事因缘其实就是开权显实，有没有会三皈依了？也就是说，其实也不只是解决我们这一辈子的生死问题。其实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还是无限的在流转中啊？啊，这个生死大事因缘来讲的话，那么也透过生死的流转，那么我们有机会透过佛陀的开权，我们是不是就有机会去理解佛陀所说的诸法实相啊？对不对？啊，那么我们透过这个三圣里面的解脱道，是不是也应该要进入所谓的什么菩萨道？啊，进入所谓的菩萨道。啊，所以这种一大事因缘，也无非就是开权显实，会三皈依。
这个是不是都是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里头所要显示的啊？所以呢，在第245页这里就有啊所谓的正式啊，也等于是正式的来啊这个显示啊解释。那么在理方面的啊，在这个行啊，在种种的这个修行当中的啊的这个过程，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啊，他也又讲说，诸佛世尊啊，因为不止释迦牟尼佛如此哦，所有一切诸佛都是如此的，所以叫诸佛世尊。因为其他还有无量无数的世界，对不对？啊，无量无数的世界，不是所有世界都有佛，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世界有佛啊。所有的一切啊，所有有佛的世界来讲的话，那么是不是都有诸佛世尊呢？ 所以呢，主要呢就是欲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有没有出现于世？啊，欲示众生佛之见故，出现于世。啊，欲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之见道故，出现于世。这里有没有看到开示悟入啊？舍利弗啊，是为诸佛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谓的一大事因缘，无非就是希望能够让众生怎样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是不是这样啊？为众生来开眼佛陀的知见啊，为什么要开眼佛陀的知见？因为佛陀他清净啊，这个无碍啊，这个等于透过累生啊累劫的修行而完全的清净啊，并且呢尽虚空界啊，并且呢他是至高无上的这种尊贵。他之所以至高无上的尊贵，就因为他把所有的杂染的种子是不是都转为清净，才可能进虚空界啊，来开眼啊，这样子的啊，等于说让我们理解了佛陀的知见，也让我们有机会怎样转染成净啊，是要获得清净啊啊，所以也因为这样子那么而出现于世嘛啊，而且呢还要能够示众生佛之见来出现于世啊，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啊，能够展示佛陀的知见啊，那么而出现在世间的，那么也让我们众生能够怎样悟佛之见呢啊，能够体悟佛陀的知见。那佛陀的知见主要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真理法则啊？其实就是真理法则，我们透过实践而怎样能够去验证的啊，不仅要悟佛的知见，还要怎样入佛的知见呢啊，入佛的知见啊。好，所以呢在第246页，佛所知见的是什么？因为都是不外乎啊开示悟入佛之见嘛，对不对啊？那佛的知见到底是什么呢？这里就讲到，其实佛的知见也就是宇宙万有的真理实相，有没有？哎，这个倒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哎，我们学佛学佛到底是学佛的什么，对不对？有时候会忘掉了，其实是学佛陀教我们真理法则，教我们宇宙人生间的真理法则，让我们在修行上有所依循啊。那么透过我们在生活上出的现象上的分别，而能够离相的分别，才能够消除啊，能够降低我们的什么烦恼、执着、束缚嘛，对不对？那就必须要进入细的分别啊。那细的分别怎么分别呢？就是要深入因缘法啊，体会到因缘法的平等性，乃至去证悟到平等相的现前，是不是就等于去触碰到了真理的实相啊？
实际的现象，就是涅槃的境界。涅槃的境界呢，它是极静的。为什么极静？其实就是因为平等相的缘故。那平等相从什么？平等性而来嘛，对不对？所有一切因缘是不是非常的平等性啊？那么必然会展现出什么平等相？那么这也就是所谓的一心二门。我们从凡夫的生灭门，才有机会进入什么真如门。真如门的展现也就是涅槃的证悟，对不对？体证到什么涅槃的境界，就叫做真如门。那过程当中还是要借着我们的什么生灭门嘛。生灭门的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很清楚啊，很有经验啊，随时在生又灭，灭后又生，生后又灭，我们的心念是不是不断的在生灭啊？那在生灭当中，如果我们没有透过学佛的话呢，我们就经常的在起烦恼、下恶因、结恶缘而不自知。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里头是不是就如实的不断的在做记录啊？当我们知道哇，这样子是不行的嘞，因为将来这些恶因恶缘是不是都会结成恶的果报，也就是业障的现前，那么就必须我们自己去承受。那怎么办呢？当然过去已经种的我们没办法了，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要赶快能够这个止恶能够行善要不断的这个下善因善缘要透过生灭门里面呢，一样可以怎样，可以起善心善念善因善缘啊。所以这些呢也都是我们修行的过程啊。所以所谓的修行不是刻意的只是念佛拜佛礼佛而已哦，其实是不是点点滴滴都是在我们的心念当中啊，尤其在善恶的念头，善恶的念头随时在做记录，随时随地是不是都在做记录啊？乃至于我们做梦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起烦恼啊，也一样只有做记录，照样在做记录。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充满了善念的话，所以这种充满善念是 要学习的要不断的去养成习性，好的习性正面的习性所以呢这个都是呢让我们去理解佛陀所说的真理法则让我们有所依循，对不对也很清楚的示现给我们看的，让我们能够去体悟深沉的去体悟，乃至呢要让佛陀的知见能够入到我们的心里头去所以能够入心也是非常重要，不是只是听闻而已所以我们说透过闻会之后是不是要思会跟修会所谓的修会也就是它是入心的，是入我们的人生观把佛陀的知见变成我们的人生观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做人处事的风格一定不一样会比较像菩萨是不是所谓的菩萨就是比较有觉知的能力，如何的觉知我们的善恶，如何的觉知不着相而去觉知因缘法，觉知因缘法体会因缘法，所以所谓的菩萨道无有定法不是你一定要捐多少钱，不是你一定要捐什么东西才叫做菩萨，不是那个标准，并不在现象上，是不是在因缘上其实在因缘里头它是千变万化的是瞬息万变的主要也是要有觉知的能力乃至于说我们所谓的菩萨所谓的菩萨呢，如果是一个充满了烦恼的菩萨，人家是不是也会很害怕我们凡夫众生自己烦恼都不够了，结果跑来一个菩萨一直在跟我们诉说烦恼，我们是不是哇天哪我们所背的那个那个什么包袱已经很重，又来一个来加深我们的重量，那怎么得了，我们是不是也会避而这个会害怕会远离所以所谓的菩萨呢，
它必然是比较属于智慧型的，它充满了光明的面，是烦恼少的，我们才会想要去接近嘛，对不对？而且它是温暖的，它是热诚的，因为它是慈悲的，慈悲心很重，它是不是就非常热诚的为人啊？所以我们说菩萨它必然是悲智双运的，一旦有智慧，烦恼是不是自然少啊？自然少，而且呢，菩萨就是在教众生能够怎样，如何降低烦恼嘛。能够如何的对治我们的烦恼，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烦恼的泉源来自于什么着相的缘故。我们如果能够不着相，是不是烦恼自然少啊？能够如何不着相呢？就是要离相嘛。如何离相？是不是就是升观因缘法？其实就是升观因缘法，接受什么现象？我们接受现象哈，就比较不会那么烦恼。我们的烦恼是因为我们拒绝现象。业障现前的时候，都会觉得为什么是我？这个为什么是我已经包括了去拒绝它。我觉得为什么不是别人？我送给别人，没人要。因为我们业障没办法送人。一旦业障现前，我们只能去接受它了，只能接受。之所以接受，是不是还是透过智慧，透过因缘法？我们要往前推，必有因缘。我们自己一定是造作的主因呢。当然会有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因缘，但是我们一定参与其中，而且我们是主要的造作者，所以要自作自受，是不是？当我们接受之后，才有改善的机会，也才有改善的机会哦。所以它会是一种逆增上缘呐、才会是一种逆增上缘。所以呢，透过这个开佛之见，对不对？是佛之见，乃至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呢、就是佛陀所出现在世间的一大事因缘。所谓的一大事因缘，就是包括能够怎样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到什么入佛之见啊，这是理上的。那这样的理在252页，佛陀呢就告诉舍利弗说，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如何的能够开示悟入，往往呢是属于什么菩萨恨的人。纵然我们是凡夫，是不是一样可以发菩提心而成为凡夫菩萨而成为凡夫菩萨。所以不管如何的开示悟入佛的知见，是不是就是要去开示悟入佛陀所教我们的真理法则那真理法则是不是就在因缘法里头那透过因缘法呢，菩萨道可以六度万恨，五度如盲，波瑞为导嘛以波瑞呢来引导那这也都是我们凡夫菩萨所能够做的事情所以呢，主要呢，佛陀呢就说能够教化的就要属于什么菩萨根基者才能够去能够去体会到佛陀的什么知见佛陀的知见是不是就真理法则，就是因缘法要透过因缘法而离相，对不对？泯相到灭相，而触碰到了真理的实相出现嘛所以呢，对象一定是什么所谓的菩萨，才能够与佛相应好，那么诸有所作呢，常为一事唯以佛之知见呢，来示悟众生因为所谓的菩萨佛陀来教化菩萨，是不是只有菩萨能够体会佛陀所开示悟入佛陀的知见所以呢，这些菩萨们凡夫菩萨的诸所有作为来说的话，也常为一事。什么样的事情呢？就唯有
以佛的知见来视物众生。因为我们在行菩萨道上，是不是也要悲智双运啊？透过我们体会到佛陀的知见来，来让其他的众生是不是也有机会啊？不是佛陀一个人而已，佛陀是不是去造就了很多的菩萨？很多的菩萨又去怎样去利益到他周边的人啊，周边的众生啊？那如何的利益周边的众生啊？除了财物的布施，其实法的布施是不是更重要的啊？而且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啊！所以怎么去做呢？那么就是要能够视物众生，把佛陀的知见如何的让众生能够去怎样体会跟理解，对不对啊？所以呢，佛陀又告诉舍利弗，如来但以一佛胜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胜若二若三呢。所以佛陀呢，他就讲说，他但以一圣佛故，有没有？其实他所要讲的就是一圣法，这一圣是不是就是菩萨圣啊？只剩下菩萨圣啊，来为众生说法，无有余圣。其实虽然好像有二圣有三圣啊，也就是说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但是呢，佛陀是不是要会三归一啊？其实是要会三归一的所以无有余圣若二若三呢、这些若二若三是不是也就是方便开示全巧变通实际上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怎样行菩萨道而已。这个叫一圣法，也叫做大圣不共法，有没有其实它就是大圣不共法，也唯有菩萨圣，唯有菩萨圣才能够究竟圆满的成佛所以在第254页就有一个总结佛陀就告诉舍利弗说，一切十方诸佛法亦如是啊，不是只有我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如此的来教导众生，其实尽十方遍法界的所有界诸佛是不是也都如此的来教化他所化导的那个世界因为诸佛都会成为那个世界的什么人天导师啊，对不对？他也是在教化那个世界的众生，那他的教化的方式刚开始难免方便全巧那么来示现有三圣，但是呢，最后是不是还是要会归为一圣啊？会三归一好，那这个是所谓的十方佛，就是说在现在来说的话，近十方所有的空间里面有佛的世界的诸佛是不是也都这样子来教化众生那别列三世佛，从无始劫的过去到现在乃至无尽的未来，三世佛，对不对所以先有过去佛所以佛陀呢就告诉舍利弗说，过去诸佛也一样以无量无数的方便也是透过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对不对那世法呢皆为一圣佛故所说的演说的诸法是不是还是要回归到一圣法来也就是菩萨道因为世诸众生呢，从诸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智因为所有一切众生呢，从佛陀那边听闻佛法所能够获得的呢，也是究竟解脱跟毕竟解脱是不一样这个波瑞将入毕竟空，有没有觉诸细论那么是可以求得解脱道，那个只是毕竟空而已。毕竟空呢，它也是空，到究竟空呢，是成佛的空执是一样，都是透过空所展现的什么涅槃的境界，但是在量上是不一样。到究竟呢，就必须要成佛才叫究竟声闻呢不够究竟，所以前面他们是不是才会大众生疑啊？因为大部分是不是都是属于声闻缘觉的根性那么其实佛陀主要还是希望
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够就近成佛，有没有？这里就近皆得一切种智，这一切种智是不是就是佛陀的智慧啊？佛陀智慧怎么来的呢？从凡夫的生得智，再加上加行智，然后获得什么根本无分别智，超凡入圣之后，是不是就后得智到什么啊？后得智也就是道种智，对不对啊？也就是道种智而获得什么一切种智啊？所以那个根本无分别智就是一切智，对不对啊？一切智到一切种智啊，量上不同，值上一样，都是一切智的什么涅槃的值啊。到成佛呢叫做一切种智啊，是毕竟解脱啊，毕竟就近啊，就近啊，毕竟呢是属于什么一切智，到就近啊，就近那么是一切种智啊。过去佛如此，未来佛也如此哦啊。所以在第256页，佛陀也对舍利弗说：“未来诸佛，啊，未来诸佛呢，也当出于世啊，将来他也会出现在世间。为什么会出现在世间呢？也一样以无量无数的方便，他是不是要方便善巧啊？啊，透过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那这些诸法呢，也都是皆为一圣啊，一佛圣故，有没有？”一佛圣故，一佛圣就是什么菩萨圣，是诸众生从佛闻法，就近皆得一切种智，是不是也是希望所有一些众生都有机会成佛啊？啊，那要成佛是不是一定要透过菩萨道啊？叫做一圣一佛圣啊，啊，又叫做一圣啊，或者叫大圣不共法的这个大圣法啊，这是未来佛。那现在佛啊也是啊，所以佛陀又对舍利弗说：现在十方无量百千万亿佛土中诸佛世尊啊，多所饶益安乐众生啊。所以这些诸佛的啊的这些世尊们，是不是有无数的诸佛啊？啊，那诸佛呢都是希望能够怎样对众生能够多所饶益啊，啊，来安乐众生啊，希望能够对众生与乐拔苦嘛，是不是？所以呢，是诸佛呢，亦以无量无数的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那么，是法皆为一圣一佛圣故，有没有？还是所要开示悟入的，是不是还是属于一圣法啊？一佛圣法哈。所以世诸众生从佛闻法，就近皆得一切种智，是不是还是希望众生能够成佛啊？因为佛陀也说嘛，众生皆具有佛性，是不是啊？所以人人皆可成佛啊。但是这如何成佛，是不是也要从佛陀那里听闻佛法？佛陀为众生来演说诸法嘛，啊，也都是在劝导我们能够去行菩萨道。哦，所以舍利弗，是诸佛但教化菩萨，对不对？哦，诸佛呢对众生的教化，就是希望众生能够怎样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哦，欲以佛之智见来示众生故，有没有？也欲以佛之智见来悟众生故，欲令众生入佛之知见故啊。是不是也一样都是在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呢？啊，总说呢，我们学佛就是学佛陀教我们什么佛的知见，佛的什么样知见呢？就是真理法则。循着真理法则，那么是不是就有机会去啊看到啊体证到真理实相的现前？啊，那为什么要真理实相的现前呢？因为我们就有机会解脱涅槃，个人啊，如果我们心量还不够大，那起码我们能够解脱涅槃，也是一种安乐啊。啊，因为在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里头，是不断的要面临生死的考验呢。啊，起码让我们能够解脱生死，
那么我们若心量大，佛陀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怎样行菩萨道，把这种解脱涅槃的职能够推广给更多的众生，去利益更多的众生嘛，那么也才是真正的多所饶益哦，那是究竟的大解脱，而不是局部小部分的什么小解脱，个人的小解脱，那么才真正的安乐众生，是不是要透过行菩萨道啊？如果我们愿意行菩萨道，透过三皈五戒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去受菩萨戒啊？因为透过菩萨戒的戒体，能够尽未来际。可以尽未来际，就是这些戒体它还会再怎样再出现在我们的生命的流转当中，它是不是有机会出现？出现什么呢？让我们再回到菩萨道上。菩萨道菩萨戒的戒体呢，它属于因缘法，它是可流转的。五戒的戒体呢，它比较在现象上来说，所以只能怎样进行受，这辈子受的五戒。这辈子用完就没有了，它不会延续，五戒的戒体不能延续，菩萨戒的戒体可以延续，因为它是因缘法。菩萨道是不是要透过因缘啊？菩萨道要透过因缘，它才能够善巧方便，才能够去度化众生，才能够去恒顺众生啊，对不对？我们也才能够放下自我，而愿意去怎样服务众生，这些是不是都是菩萨道的特质啊？而且我们在这个发愿的时候都说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有没有愿世世常行菩萨道呢？我们不能说啊，这个嘴巴念的跟我们想的又不一样，那怎么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这个里外如一啊，如是的想才能够如是的说，如是的说也要如是的做，这是不是由意业来领导啊？在意业上的领导，那么就是要听经闻法嘛，是根据佛法，不是根据某某人说啊，是不是根据佛法啊？要引经据典，根据佛法。菩萨道上绝对不是着相的不是一定要用什么现象才叫做行菩萨道，是这样吗？并不是啊，对不对？菩萨道是不是无有定法啊？各种不同的方式嘛，你说应顺导师一辈子，那么著书立说，是不是也是在行菩萨道啊？利多少的众生，也没有说应顺导师非得要捐多少钱才叫做菩萨，或者一定要捐头目脑髓什么都全部要捐出去，不是现象上的哦。你说应顺导师一辈子著书立说，是不是也非常伤脑筋啊？其实也如同捐头目脑髓一般嘛。印顺导师从来不为自己的利益来着想，对吧？印顺导师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世间的现象跟佛法之间的距离，是他去不断的去这个研究佛法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哦。他会觉得说，佛法讲得这么好，为什么世间学佛的现象不甚太好？在过去几十年来几十年前，其实佛法是非常的衰败如果没有经过印顺导师这样的整理，人间佛教的观念能够实现在世间，你看我们在台湾是不是非常佛法非常的兴盛啊？是因为深入到人间，深入到人间当中，是不是也是无有定法啊？其实是无有定法的所以不要说因为某些人讲什么现象，然后来困扰了自己，那这个是不是我们也是着相？一旦着相，我们的那个烦恼是不是就会起来就会很后悔说我怎么去这个受了菩萨戒我菩萨戒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怎样？其实是无有定法的，反而是要随顺因缘，恪尽本分，叫做随缘尽分，对不对？我们每个人的那个因缘福报是不是不尽相同所捐出来的财物也不尽相同，对不对？并没有规定啊。更可贵的是我们身心的奉献，将此诚身心奉诚差，有没有愿意把我们的身心奉献给众生，那这个才是最可贵的
哦，可以用我们的心去服务众生，用我们的体力去服务众生，是不是都在行菩萨道啊？并不是一定有形的物质才叫做行菩萨道，那就太小看菩萨道了。哎，菩萨道它的可贵就在于它透过因缘法，透过因缘法就无有定法，现象上是不是千变万化？其实是可以千变万化的。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因缘福报是不尽相同，所行菩萨道的方式是不是也无有定法？总之就是随缘尽分嘛，愿意来利益众生才叫做真正的菩萨，对不对？哦，但是菩萨呢，一定要依般若波罗蜜多，是不是要依般若来化导？哦，六度万恨，五度如茫茫，般若为导，一定要透过因缘法来展现菩萨道的，哦的这种精神啊、哦，因为透过因缘法，我们是不是就有机会流转了、啊，不断的延续我们的什么法身慧命啊、哦，哦。好，所以这个呢是透过哈、啊、这个别列三世佛，有没有从十方佛到什么三世佛都是如此的、啊、不是只有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啊、所以先广泛的总名十方佛，别列什么三世佛，然后再来广释经佛，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不是就是落实在现在啊，我们知道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是从无始劫的过去式来到现在、啊、我们现在呢也要去面对无尽的未来，我们无尽的未来能不能清楚明白，关键是不是在现在，其实在现在、啊、所以在金佛这个部分呢就比较怎样要详细的来说、啊、所以叫广释金佛、啊、广释金佛，那么这个广释经佛里头呢就包括了什么开权显实，有没有啊？第256页57页有没有广释经佛里头是不是开权，然后呢显实啊，开权显实，这是不是妙法莲华经的主轴啊，就是开权显实嘛啊，然后呢再来释方便啊，解释何谓方便道、啊、因为我们在五浊恶世里头，所以也不得不有很多权巧方便之道啊，是方便，然后呢信一时260页有没有信一时、啊、所要信的呢其实要跟深切的、啊、深的这个因缘法是不是要结合在一起啊？啊，是要让我们入诸法实相，这个等于是性质合一，是不是等于性质合一啊？啊，然后呢，第262页有没有名无妄？啊，来显示呢，啊，这个言无虚妄啊，有没有？佛陀所说的呢是真实语啊，啊，那么言无虚妄，无有余胜啊，唯一佛胜，有没有？是不是还是？会归到什么一佛圣，一佛圣也就是什么菩萨圣，是不是就是菩萨圣啊，透过菩萨的因才能够获得成佛的果、哦、才能够获得成佛的果嘛、哦、所以很清楚的就是开权显实、哦、并且呢是方便、哦、我们要知道这个在现象上啊、不得不用种种的权巧方便的方式、啊、来为我们解释方便道，那么不要把方便当究竟，究竟呢必然一定是透过什么诸法实相，所以要信一时，有没有信一佛圣上面的所谓诸法实相、啊、然后最后名无妄、啊、言无虚妄，无有余胜，唯一佛胜。好，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